哎呀，这老板来电话了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咋是来电话了呢？喂，老板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还我有啥事儿啊？你搁哪嘎嘎呢？我在家呢，我心真大，在家晚点去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心真大呀，还给家待着呢啊？你说你这个月的业绩啊，都啥样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骗不着人啊，明天就别来上班了。啊，知道了。啊，这个月业绩20来万，上骗去。哎呀，没办法，继续骗吧。找个号，打个号吧。咦，这个号送不了啊？哎呀，这咋来个电话呢？哎，诈骗电话。喂，喂，老婆。哇啊，老婆，我骗子，逗逗他。啊，咋的了？老婆，我在外面惹点事儿，需要10万块钱，能把这事儿平理掉。你给我打点钱吧，需要10万呢。啊，我现在把账号给你转过去啊，快点啊，老婆，急用啊。啊，行行行。还想骗我？这咋还没打过来呢？再打过去。喂？啊？老婆，钱怎么还没打过来呢？我这需要用啊。哎呀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你那个银行卡我没存银行卡里面，直接存的死期存折，要取那个钱呢还得花1000块钱手续费。是啊，那我给你打过去行吗？行，你把那个钱给我打过来，我把卡号给你发过去啊。好嘞，快点啊。听见了，好了，挂了。哎呀，舍不得孩子套包狼啊，1000块钱转过去，10万元的钞票向我招手啊！哈哈哈，给他转过去，这个月的业绩马上要成功了，快快快！哎，过去了 ，OK。你还真给发过来了，这家还想骗我，小样儿！哎呀，晚上新鲜吃点啥吧？这咋还没转过来呢？不行，还得打过去。喂？啊？老婆，钱我已经给你汇过去了，你接受了没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个骗子，你挺会骗的，你还老婆老婆老婆的，上哪儿老婆去呀、啊、你呀？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连对象都没有呢，还找老婆呢？你个骗子，还想跟我这骗钱？下辈子吧。哎呀妈呀，同行啊，哎，同行怎么坑我钱呢？你道行太高了，坑死我了。哼，行了，寻寻思吧，找下家骗吧，拜拜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个月业绩也完了，1000块钱又泡汤了。老板呐，我怎么去见你呀、啊、明天。哎呀，愁死我了。